我已经管了，但是经过安娜，就是我的，我们影响人是怪罪啦。这个人这里真老，要我管袂着啦。我跟你讲哦，叫啥人，你上个姐都给我活来拍死。好嘞，你来做嘛，好嘞，你敢犯规啊，好嘞。阿丽，我无代志啦，我无。 你这个狗奴才，我若爱你死，就好像就累死一只狗也同款，遐尼简单。也唔过，杀你这只狗，我无想要把我的手弄垃圾。双击，是，将这狗奴才给杀死。 安怎？有问题？无，无问题。无，无就紧动手啊！宋琪，敢讲你要为着这个狐狸来反背我对你的信任？宋琪，我着看你这摆表现，看着阮进前所讲的。 你私下放走主的代志，到底是真还是假？你太好嘞，七公主一定会放过我。啊，不过爱我太好嘞，我是要安怎下落手？如果宋琪今晚若无法度杀我，七公主这个恶毒的查某人一定会放伊煞。 宋琪真正把我救过，我袂当让伊歹做人。阿丽，阿丽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当来救你出去的，你有听到无？只要我还佫有一口气在嘞，我就会当来救你出去的，吼！好嘞，你要做啥？你要做啥？ 你想好卡死心没？好嘞，伊来叫你讲，我不会死啦！你是歹人啊！你是歹人！你个好嘞，别杀我，混你啊！好嘞，双击刘哥，该抓回去。是，好嘞。 去面床顶，荷花休困。是。
是耽误，嘛不应该遐尔久啊。已经超过一个时辰啊！阿丽甲何丽英敢要真是出代志？喂，因袂会出代志，咱来看卖。阿是讲，咱啊去看，阿英佫佮来遮，佮咱小兔兔，阿是变怎？先生，归去用传声符佮阿丽联络看卖，看是毋是发生甚物代志。我去看卖。送给刘军，让阿丽好好休困，咱先出来。是。阿丽，阮已经在外口的山脚等你，你哪袂来？奇怪，这个房间哪有老皮阮的声呢？你是跟你比啥吧？我知呀，送给刘军，去阿丽先上车，快唱什么物件？是。好心疼，得责怪。哼，原来是这团音符，看我的老皮，算一款把戏，想要把我的阿丽抢走，你免想。别叫我安尼啊！我袂晓离开这个房间，你无要听话。哼！蒙达啦，蒙达啦，不切达啦，灰灰烟灭。哇，好辛苦，是我家伙，好辛苦。阿丽，我已经在这个房间四周布下咒语，任何人拢袂当搁再用无影爪。你上好唔通动歪脑筋，想要逃走。啊，若无后一摆，唔是敢太好嘞一个人，这么简单尔。你若敢忤逆我，无要听我的话，我就把你的朋友一个啊一个拢杀死。你有听到无？听到，我知影。哼，知影就好。送给刘军，咱先出来。是是。相互被毁掉，安尼唔就表示阿弟因要逃走的计划失败啊？就这个可能忘掉，你请我担心。他们想不想在警告？阿弟因两个人凶多吉少。哎呦，阿弟扫脚阁真方便，无人卖遐家己煮啦。钓狗，想要看到鬼啊！老叔叔啊，不想搞你啊！拄只我伫咧灶间哦，
情，伊是讲较清楚的，伊讲灶卡有鬼。将着乌云赶离开，明月是王子啊，回头金卡花，为前途为着好名声。啊，你两个人凶多吉少。阿姨，你要去倒位？我当然是去警察局去告诉孙小华，伊敢伤害我啊！你看我嘴变命，我要去嘴变命。阿姨，你较冷静一点嘛，你袂意气用事啊！你即马匆忙去找去告诉孙小，只会失去你的性命而已。头家娘，路上搁落无唔对，我知你着急，也毋过即马你定要冷静。我再讲，阿你是七公主的亲生后生，我想伊应该袂伤害阿你才对。是的，不行，赶紧传灯给警官。马七，你安尼啊？我回来好嘞，你回来了。我就是讲，你已经我靠我靠，戆囡啊！但好嘞，今嘛是好好徛在你的面头前啊，对不？你是在靠安娜啦，啊！我答应过你啊，讲我拼死这条命，我会回来把你救出来。你敢咩会记哩？爱给你。现在时间到了，咱来出发了。阿姨，你精神啊？不是，我哩今麦无闲，我本来叫阿玲。阿姨，你唔通将你阿着急。阿丽伊会平安无代志。阿姨，今妈我七公主了去啊，伊个头脑无成功，我先有够小气啊，你哪可能无代志？你莫搞动啊，我要来救你，我要来救你。阿姨，你唔通袂记，阿丽是七公主的亲生后生呢，七公主绝对袂伤害家己的后生啊。你无了解七公主，伊个个性真哩无情，而且伊上加倒霉的都是人我。这边头在我身骨，一定要记得啊！你你知无？我的身骨，你出世人到大，我拢不敢再拍过。一定我就是一条狗，你敢放过我要来救伊？我要来去救阿姨，你看你冷静点嘛，好不好？请你看冷静。要不要？我无法度继续忍受这个强哥的虐待。我无办去救伊，我无办去天下蛋啊！陶佩妞，我拜托你了，我拜托，好我去救伊好不好？拜托你好我去好无啦？阿姨，我拄只甲先生嘛拄仔好咧讲这件代志，也毋过你即马应该毋免烦恼。你叫我卖烦恼，这句话是啥意思？陶佩妞。我到古城挂上，挂上天师。阿丽虽然有性命危险，也毋过伊最后会当平安倒转来。你是讲我的心肝阿丽会当平安倒转啊？
阿丽，你是安怎了？好嘞，我是伫遐收，哪会拢无人约过来？迄、那个歹心的七公主，哪会这么简单就放过咱？哎呦，拜托的，我好嘞是虾米人？小小一个七公主，哪有可能挡会着我啦？对不？我跟你讲啦，咱即马吼，还是紧行紧做快，因为恁阿娘已经在等你啊呢。不是在等我，是在等咱。对啦，等咱，咱做快哈。嗯。等去房间休困啦。来啦！既然哦，大伯跟我讲，讲因阿妈你一定会平安倒转啊，我要在家等，我要在家等。我希望阿你若转来，伊头先看到的就是我，我要在家等。谢谢。好啦，凤霞，咱就陪头爸在遐等。伊即卖心情，就送伊等去房间，我相信伊嘛困袂去。你听伊话，给我一个交代，好不好？啊不，你叫我在房间，我咪坐遐戆戆，我等，我困袂去啦，吼，给我一个交代啦。来哟，小的哦，细的哦。经理，嘿，什么？哎呦，老国师啊，你离开东鲁国伤久啊，你拢袂记哩啊？这都是东鲁国的杨天梅啊。嗯，就甲中原伫遐面线同款，食了会当转运哦。我想起来，我捌食这项物件，这是为阿丽准备的。当然啦，因为吼，我相信阿丽一定平平安安回来，所以吼，要让伊好好过一晚的。多谢恁大伯，拢安尼关心阮阿丽。哎呦，头家娘啊，你莫安尼讲啦，这是应该啊。啊，我想吼，你嘛一定足久拢无食到咱这故乡东鲁国的杨天梅啦。咱等下吼，等阿丽回来做伙食。咱大家坐回家，坐回家。好嘞，咱总算是回来。是啊，阿丽，我总算是把你送回来。嗯，咱今日遐，阿娘记得咱，一定就欢喜。行。好嘞，你来唔见？安怎？你若不敢喊秘书，无请求你哦，行啦。阿娘，阿娘，阿丽，阿丽，阿丽啊！咁真正是你？阿娘，真正是我啊，我回来啊。我还想讲婆婆你都太真回来啊，我干嘛？我来干嘛？你干嘛白傻？刚有。阿娘，我当记着你，我是足欢喜的呢。我嘛是，我嘛是，我嘛足欢喜，我永远拢袂甲你分开啊。阿娘，我甲你带转来给你啊，你总算是会使放心啊啦吼。你知影无？你平安倒转来，我总算是会当放心嘛。我感谢天公庙有保庇，让你平安倒转来啦。总算是回来，安尼是真好啦。就好，就好哎。头家娘都唔免阁烦恼啊。对啊，对啊。我告诉你，我想过你，不免烦恼啊。就是哥哥。阿丽啊，今日哦，有替你做一点油菜糜哦，不要你过分啊。保证吼，你一定会爱食的啦。你若爱食煎蛋吼，我嘛当煎蛋互你食，我请你食糜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煎蛋我来就好啊。先生，你真是心机妙算到配阮，阿丽果然是照你所讲的平安倒转来啊！平安倒来就好，倒来就好。你看你那个爱吃啥，我再拜托姑娘，我做你吃好不好？嗯。唉，小夏当然无得比过公主啊，也不过人讲男男尾总嘛有一步台啊。既然公主无得入去贤馆，那呢，咱会用计谋，甲你生出贤馆啊！好姐，咱咱迈步一步太。是。恁两个全力配合，一定要想办法，紧甲阿丽带回来。是。看起来，我凡事会用利用这种代志得到好处。
咱的爱将着乌云赶离开。明月王子啊，回头金卡花，为前途，为着好名声。李老啊，跳到底走位倒去啊？我真感谢你要替我为爱的报仇，也不过经过规暝思考了后，我决定啊，也是我家己亲手杀死七公主，为爱的报仇。因为爱的是我唯一的查某囝，我借做阿娘的，哪会用无亲手为查某囝报仇的？爱丽伫咧天顶，若是知影，伊嘛袂原谅我。我知影我家己拍袂赢七公主，即马去报仇，等于是去送死。为着爱丽，我绝对袂用安尼就死去。所以，我要先去找一个所在闭关修炼法术，甲武功。阿兄。你莫来找我，等到一天，若是听到七公主被人杀死的消息，那就是我为查某囝报仇成功啊！李罗，天爱这么戆。刘君，在我的眼中，你的武功啊，法术。这应该算粗浅，你敢知影我是安怎派你来教阿丽？刘君含慢，请公主殿下指示。我发现你的武功未进步的原因，完全拢是因为你的个性想要功利。我发觉你在运功的时阵，你会不知不觉用尽全力，安尼颠倒会造成反效果。公主殿下，这刘君都听无啊？咱咧对付敌人的时阵，敢毋是应该爱用尽全力才对啊？话虽然安尼讲无唔对，也毋过还是要看时机来调整。爱知影刘林克功，爱刚柔并济，才会当将力量发挥到最大。你这种运功的方式，若是遇到高手，轻者身受内伤，重者五脏六腑全废，神仙难救。公主殿下，你爱刘君去教阿丽，是爱刘君按你基本的物件，搁重新学习。无唔对，卡叔公，你若当有耐心，对基本功夫一步一步修正，我相信你要的功夫，唔是干那安尼尔。公主殿下的苦心，刘君敏感忘内。阿丽。阿丽人呢？松弟，我问你，你敢有看到阿丽？公主，阿丽失踪啊！你哪离开嘞？你问我，我要再问你嘞。我叫你家己顾好，你啥物办代志？我。跟我讲理由，我想甲痛恨，无你个人为家己找借口。是，宋姬低错。刘君，是，跟我行。公主殿下，你是不是已经知影阿丽少爷的下落？除了朱棣行馆，阿丽搁当去什么所在？Thank you.
能不出我所料。自从顶一摆，我连行馆甲阿丽吵走了，老佩温对我防备之心，竟然在大门西发誓。公主殿下，请好松机破解。迷迷糊糊的，气兵铁足，铁。学艺不精，也敢要抢功，真正是找死！你，苏琪确实是学艺不精，请留给你指导。一加一路，一加四路，万作无用。我袂用让宋琪看见我，我一定袂用去躲。阿妹妹挺强，小心射到内伤。你，好，卖阁吵。蘑菇丝啦，古拉斯魔，无坚不摧。这个法师竟然这么厉害，连我拢无到当破解。看来我只当暂时撤退，另外我找办法把你找回来。老佩文。找到破解方法，我一定爱你好看。可恶！老皮文竟然设下结界，阻挡我把阿丽找回来。老皮文，这条线我一定会找你讨回来。公主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。老皮文这么结婚。那我做是你，你敢袂生气？是，我生气。啊，你若唔捌，就莫有白讲，以免你阿好伤心。刘军，你嘛是同款。我叫你想一个办法，把你俩抢回来。你连这办法都想袂出来，你阁好意思直接拍哪了？小花唔敢。哼，全部拢是饭桶。公主殿下，你心情不好，若是有什么代志，你若讲出来，让小花来替公主分忧解劳嘞。分忧解劳，你讲得阁真好听。同样，我问你，我无叫你来，你是来创啥？是安尼啦，小花等真久，拢等无公主的指令，所以小花就来。来犯花是毋是？一个阿丽，一个小店，敢讲拢无跟我还？你要跟我还我？小花不敢，不敢就给我死出去。请公主息怒，敢有什么代志会用让小花替公主效劳的？效劳？连我都无法度破老骗婚陷害结界，你去刑馆把阿丽找回来，敢讲你会比我较厉害？小花当然无都比过公主啊。也毋过，人讲咱南北总嘛有一步台啊。既然公主无法度入去刑馆，那呢，咱会用用计谋，把你请出刑馆啊。好一个咱南北无一步台。同样，你的办法真好，就照你办。是。宋琪、刘军，恁两个全力配合，一定要想办法，紧把阿丽带回来。是。公主。只是小夏不了解，公主找阿丽是要创啥？阿丽是我亲生囝，我当然唔爱甲伊带转来我身边。你阁家己只创啥？敢唔进去？是。Yeah.
坐伫遮，我爱入去甲大家开讲。无啦，我就想讲，遮久无见面，大家一定做些话要甲你讲的啊，我就歹势伫内底甲恁交流。什么交流？你毋是讲咱是一家伙啊？咱是一家伙啊。对啦，对，咱是一家伙啊。就是啊，对吼，好嘞。我足久无食你煎的卵啊，你去煎给我吃好无？煎卵？哎呦，打煎卵这么简单的物件，你叫经理去煮就好啊啦。哎呦，经理煎的卵哪有你煎的好吃？我是自细汉吃你的煎卵，吃到大汉呢。别人煎的卵哦，我无习惯啦。哎呦，打煎卵就煎卵尔，迄都安尼煎也是安尼煎，吃起拢嘛差不多。我跟你讲啦，虽然讲迄个无洗头的吼，伊手艺是比我较差一点点啊，啊无勉强会当接受啦吼。你叫伊无洗头去洗脸。我唔管啦，我唔管啦，我要食你的煎卵啦，食煎卵啦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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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，我来跟你去煎，安尼好无？少爷。啊，这最近的天气吼，奈这尔寒啦。我来给大家炖一个人参鸡汤，给大家补一下身体。哎呦，啊这个灶台阁真方便，无人嘛会晓家己煮啦。钓钩，想要看到鬼哦？拄只，我伫咧灶脚哦。锦鲤，你讲较清楚诶，你讲灶脚有鬼？是啊是啊，老国师啊，我拄只头入去扫脚时，我就看到迄鼎甲前世哦，安尼飞起来啦。哎呦，啊这毋是有鬼，咱就无是啥啦。啥？你讲鼎甲前世家己飞起来？啊，你上来是毋是要讲伊跟伊家己炒菜啊？哎呦，啊你也知影？当我凊彩讲讲诶尔咧。滚呀！你讲。真是家己的主菜，我都无法烧咧。哎呦，你奈相信我啦？迄鼎吼，真正甲你煎卵啦！哎呦，咱灶脚吼有鬼啦！经理，你是不是看唔到？我无看唔到，我嘛无咧做面吧，我嘛无起痟啦，我就说我真正看到啦。啊，恁即摆对我来去灶脚，看卖就知影啦。怎麼這樣啊？奇怪，經理，這灶腳哪有啊？對啊，東西都很清楚啊，沒有人在煮菜啊。我哪有說有人在煮菜，我是說鬼在煮菜啊。滾啊，你是說鬼在煮菜？啊，咱借問一下，鬼咧？鬼的，滴滴滴，哎呦，我看是經理滾啊，看不到啦。哎呦，就甲伊讲，目睭花眼毋是，害阮大家安尼白白走一撮。哎呦，你一定爱相信我啦！我拄才行入来时阵，我就看到这阵势，要飞去，飞来，飞去，那边来边有个人，两个人哔哔，你看，哎，啊，你这样相信我，太夸啦！阿丽，经理，是你哦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我来找你佚佗啊，行啦，咱来去外口拍计算纸好不好？进来。等一下啊，我还没吃完呢。嗯，经理，你要吃无？好嘞，煎少一个要给我吃哦。我吃不完嘞，那好嘞，是要煎给你，啊，不是要煎给我吃呀？有啥物关系？做伙吃啦，来啦，好啦。哎，对吼，经理，你以前来客栈，唔拢是去找好嘞哥哥弟，啊，今仔日。人都来找我耍，啊，为什么啊？阿弟呀，这吼，你都有所不知啊。我前年即马甲以前已经无共款啊。我即马才发现吼，以前的我是我尔幼稚哦。你即马看起来不是共款？哎，哪有？自从我甲阿公度过几岁的对赛了后，我就亲像一暝之间吼，雄雄大汉呢，真侪代志自然都想通啊。我对好嘞呀哦，
应该只是一种少女的情怀，其实我不是真正介意啊。那真正是安尼？当然是真实的啊！即马厝里外公陪伴我，我发觉亲情吼才是上重要的，感情的代志以后再搁讲啦。我看你哦，一定是甲何丽冤家啊，真正是无法度呢。那安尼，我就要甲因斗相共好啊。阿丽啊，啊，你哪会不爱食，慢慢讲话，安怎？你无相信我？无啊，我本来是要甲你讲何丽伊。何丽兄，伊安怎？我本来要甲你讲啊，要唔过你讲你即摆已经无介意啊，你应该无兴趣听。我哪有讲我已经无介意何丽兄？我，你安怎？你足讨厌的呢，那我只是想通啊，以前吼拢是我家己自作多情啊，要爱我像以前安尼哦，对好恁遐哥哥弟，我会歹势啦。有啥物好歹势啦？真哩，我会当替你甲好恁约出来啊，恁两个好好去耍一工，培养感情，好无？甲好恁遐约会，当然嘛好啊，安尼比我哦，逐工去个灶卡，对势来势去，加偌好嘞呢。赢好无？今仔个啊，好啊，我拄好有闲呢。我想一个哦，你着帮我约伫个东山铺好啦，迄边哦人较少，我甲好咧遐就当看月娘、散步、讲心事。阿丽，阿丽耶！阿娘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我伫忙哩咧。哦。什么时阵哦？我要蒸两个啊！我不要蒸啊，这是好丽蒸给我吃的。好丽蒸我吃。嗯，伊本来唔肯，需要家己哥哥弟伊才答应的。这边哪有可能？好丽起码在平日过站，哪可能再来家蒸两个给你吃？你爱将这乌云赶离开，明月是。还袂讲，你找我是要创啥？嗯，对哦，我着惊你巴肚枵啊，煮一大鼎红豆汤啦，啊，要来问讲你要食无？红豆汤？嗯，好啊，我要食。嗯，啊，不过你即摆食真冷呢，啊，买咪红豆汤哦，啉较少嘞，好无？我暗顿啊食袂落，哎呦，滚牙血靠你看哦。嗯，经理，嗯，要先再来一碗无？好啊，陶经理，多谢你啊，别客气啦，哈。这饭菜怎么吃的呢？我们要注意好。真冷，哎，敢若是跟拄仔迄金鱼群也讲的代志有关系啊？对哦，啊你拄转来迄暗哦，嘛一直讲是好哩，带伊转来了。我听准讲哦，伊是行过头啊，才会凊彩袂讲。啊，敢讲？这不是咱的客栈啊，迄灶卡嘛不是我经灶卡，我都伫内底感觉硬摇硬摇没关系，唔才袂爱伫内底。啊，你找我什么代志啊？就是，你先答应，我才要讲。嗯，我，你先讲，我才要答应。
啊，我唔管啊，你先答应我，才要讲。有爱，你若唔讲，我就唔答应。哦，我就知影，你无听我。哎，是安那啦？你来强龙化靠了靠，你来只屁屁啦？是安那啦？你都讲。我只是拜托一个小小的代志，你想听答应我，你都讲你有骗我。你慢慢靠吧，靠干呢？我只是讲，我想讲话，你就是跟我讲是啥物代志，啊，我再来。我一直想找这阵麻烦呐，所以今麦无听我，我就知影。好了，我答应你啦，你唔好啊。你厉害哦，我唔相信，你要住住啊。好，我好你伫只酒抓吼，我呢一定会遵守信用，我若无守信用呢，我死了都无法度超生，安尼使袂？好嘞，我就知你是听话。好啦，什么代志唔紧讲。就是真灵啊！伊要你阴暗哦，伫咧东山坡见面。哈？我袂。你哪会当袂？伊拄啊才救出来呢。我拄啊救出来是。好啊，这根本就是你家设计。我去外面，等着我跟你讲哦。我不管啦，你给你带啦，你给我带。要不要你安奈一个人对空气讲话，阁算安尼欢喜？是谁啊？阿聪，是我啦。哈，是静玲啊。爹阿公有啥物代志？想怎？大白在说讲话。无啥。静玲啊，你今日装安尼，敢那甲平常时无同款，还是有啥物代志少？阿公，你看我今仔日的衫，有水无？甲你平常打扮敢那无啥相共，还是有啥物代志少？这是当然的啊。今仔日下暗，你去约会啦，当然爱精心打扮啊。哦，是要去约会哦，哈哈哈！是不是跟迄个叫做何丽总婆婿啊？对啦，阿公，你看我今仔的妆画了安怎？气势看起来敢会无够好？啊对对，我这件衫啦，穿起来敢会上熟，敢有适合我？我最近哦，敢那较大款呢。早知影我今仔日要约会，前几天我都应该食较少的啊。阿公，你到底是安怎？哪拢袂讲话？你跟我讲啊。你今日的妆哦，画了真水，啊，胭脂嘛真红，啊，所以气色绝对袂唔好啦。啊，若是你这领衫吼，嘛无同款，真野目啦。感谢你嘞，多谢阿公养老。其实哦，咱静玲哦，天生就真水啦，啊，变化妆就真好看。搁再讲啊，阿公感觉你哦，人比花娇啦，啊，唔免擦这花哦，就真好看啊。来，来提掉哈。阿公，你嘴就甜呢，啊，不过人会紧张啊。当然希望吼，约会时阵比平常时更较水啊。对啦，我今我要困落去，等下吼，我想要去补假妆。哎呀，哥我。唔免，静玲啊。你的妆真好，衫嘛真水，你对家己哦爱有信心哦。对啦，你敢要较早去的，约会若办到，会予人无好印象呢。对啊吼，那呢，我来提早去，先刷白脸一下，等下要甲何林兄讲啥。阿公，那呢，我先来走哦。哦，好，顺行哈。哎呀，希望这何丽哦。唔通去惊着，哎，无情，我永远爱你，我袂当无你，咱的爱
将着乌云赶离开，冷月是犹原遐尼啊美。若想起过去你对我，予我心袂平。今仔日又搁见面，心肝像海涌。原谅我，莫搁伤心啦。我了解是我对不起你。你若是心内有苦衷，请你讲出嘴，千毋通一直暗藏，予我想袂开。我知影，我会珍惜啦，因为我怀念绵绵旧情。